心越荡，宛如一丝尘土，随风自由的在狂舞。我要握紧手中坚定，却又飘散的勇气。我会变成巨人，踏着力气，载着梦。怎么大风越狠，我心越荡，也有一丝潇洒，随风轻飘的在狂舞。我要深埋心头上明智，却有种小的勇气，一直往大风吹的方向走过去。追呀追呀，我的骄傲放纵，追也追不回我纯净花园。任风吹任它乱，会不灭是我尽头的展望。我追呀追呀，我只将害怕，我追也追呀，无所谓。怎么着，小杜总，你是没自己事儿做了吗？这儿也要跟着过来？我只是不太放心这批人。不考察考察，怎么知道他们行不行？看来你是认同我把俺妹全面转向买手制喽。哎，我可没这么说。要不这样吧，一切还是以销售成绩说话。只要这帮经过淘汰留下来六个人，七日平均售罄率高于50%，那我就同意支持你。成交。等等，这么有信心啊？他们从来就没有让我失望过呀。哦，那你考验他们，谁考验你啊？你想怎样？要不这样吧，你也来选20万的款进行试销，只要授勋率达到60%，从此以后我就全力支持你，达到70%。我升你当副总，但如果低于50%，从此以后销售这一块都得听我的。那我要是达到了80%，你拿什么来交换呢？那我只能以身相许了。你要是再说这种话呢，小心我告你性骚扰。我只是说，全身心的配合你，跟你进行合作而已。哼，杜总，客气。怎么样？我怎么不客气了？我哪一点不客气了？啊？什么？在这干什么？这些是你们交上来的采购计划，这些是做过匿名处理的复印件。按照这些订单去派货，然后抽签决定试销门店。7天后我们统计销售数据，和我留在这里的原件做对比，到时候就知道你们的成绩了。绝对公平，绝对简单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明白了。那大家准备一下，散会吧。这怎么准备啊？不好意思啊，这次不能帮你啦。没关系啊，反正我是不会输的。Me too。杜总，这个是咱们这个季度的试销采购计划表，您看一下。来，你去找一趟雷总监啊，就说我要监督，让他把所有选款的资料全给我复一份送过来。好的。不是，杜总，您该不会是想把雷总监选出的款全都自己买了吧？我是那样的人吗？啊？我是要监督他，我怕他作弊。快去。好。不知道门店又怎么样？只要记住款式和式样，不是一样的吗？
喂，请问哪位？是我。啊，思贤啊，有什么事吗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看了你的朋友圈。你什么时候去的环亚？前天啊。怎么样，照片漂亮吧？挺漂亮的。你现在还在环亚？没有，回来了。今天还上班呢。和谁去的呀？就一朋友。男性朋友。一可。你妈妈上周来找我了。哦。叮叮当当，考你个问题。知道我刚才为什么不知道谁打电话过来吗？因为你把我的名字从通讯录里删掉了。Bingo， 答对了。那有奖励吗？有啊，那就奖励一可牌小饼干一份，外加祝福包一个，怎么样？那以后出国记得给我带礼物啊。嗯，好啊，没问题。爸，拜拜。不用。没事儿。这衣服很贵的，你别因为是我送你的就不珍惜好不好？喂喂喂，别说这么容易让人误会的话好吧？明明是我帮你当了这回 lookbook 模特的报酬，肖像权挺贵的，知道吗？你放心吧，咱们两个站在一起，没有任何人会误会咱俩有什么。怎么 ，lookbook 上真的有你的脸啊？哎，听着，真正高端的品牌呢，他们是不愿意在 lookbook 上保留模特的脸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样会影响顾客对于衣服本身的注意力。特别像我这么高端的品牌，又特别像你这么露的一张脸。切。怎么样，今天选款选的如何？还行吧。不过还得等半个月才能知道销售数据。刚才我也在附近逛了一下，分析一下竞品，越逛越有信心。不管怎么样，我已经尽力了，我不会后悔的。嗯。谢谢您带我去环亚。啊，说这些虚的没用。那就红烧牛肉。上道。上去做饭啦。哎，希望你减肥成功，永远都不反弹。好，我一定努力，请赵大神监督。哦，对了，刚才在逛那家丽丝的时候，有一条裙子跟你家很像，你要不要去看一下？嗯。这还真是跟我的设计一模一样啊！这太过分了，好吧？他除了用了便宜的面料和没有蕾丝，剩下的都一样。咱们卖3800，他卖500，这不是抢咱们生意的吗？几家店有这货？起码4-5家吧。还有这些，都有仿版。
喂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你那么激动干嘛呀？哦，你不会是刚发现吧？张梦云，你这么差的商业嗅觉，怎么做生意啊？我在环亚的时候不是已经提醒你了？这都是刚刚开始啊。你是仗着我舍不得下狠手是吧？你可以啊，你可以下狠手，大不了我们两败俱伤，然后整个圈子都会知道你是被我赶出去的。沈金，你现在知道被山寨的滋味了吧？那你为什么要盗版你的女朋友啊？然后口口声声的跟我说什么原创才是一个设计师的灵魂。我再重申一遍，我不会，也根本就没有盗版。好，你没有，那你怎么解释你从来只用黑色系，而在那一季的秋冬里，你却用了他即将发布的新品一模一样的印花？你盗版了自己的女朋友，恶不恶心啊？是他一直在模仿我的东西。倒打一耙了是吧？张某云，你的放心，版权这件事呢，没有那么好被定义的。但是你太不会做生意，你不知道让一个买手店关门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情。等着吧，接下来还有惊喜。喂，喂，扔了他。3000块，4000块，5000块，完了，这回一定是我好不容易淘回来的古董级的，6000块没了。沈静，嗯，他跟沈静到底什么怨什么仇啊？感觉不像只是商业上的纠纷啊。上级的名单我知道，下级的名单我也知道，就算你严刑拷打，我也绝对不会背叛组织的。嘛，你可以发挥我们蓝星人的智慧，随便联想嘛。一般能让男人气急的败坏到这种地步的，能是什么呢？女人呗。哎，你自己猜的啊，跟我可没关系。什么样的女人啊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就听她喝醉了，随便提起来过。我好像有照片。真的假的？看一下。屋里男神呢，每一回换手机，第一个导出来照片就是这个，所以我叫她什么？男神的女神。你有没有觉得脸型跟你挺像的？看也看不清楚啊，哪像啊？啊，这就是你说的什么替身梗啊？不然呢？让别人平白无故帮你那么多干嘛？不过是我这个萌萌的小朋友联想错了。哎，你不是对他有感觉吗？我再跟你最后说一次啊，谁对他有感觉？别胡说八道！喂喂喂，许飞，下去收拾东西。我下去，走走走。来。莫小姐，你这个菜做的比我姐做的好多了。丁小姐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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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的外卖。啊，这么多菜还点外卖？谢谢啊。没想到他们还真给送。吃饭。来。我用快餐盒装鸡尾酒。小姐姐，你够有创意的呀。想喝就喝点嘛，吃牛肉啊就是要配酒才好吃哦。我去拿杯子。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苹果马提尼啊？嗯，看我这双过目不忘的钛合金狗眼。哦，看见了，看见了，这回看见了。After Party 还有酒店大堂吧，你都点过了。啊 ，Patrick 超先生，之前不是说好了吗？别跟自己过不去。怎么样，要不要来一碗？谢谢。干杯。哎，你们怎么不等我嘛？我突然想到了，嗯，明天把所有被仿的衣服全部套在模特身上，加价10%。什么？沈静不就是为了压低价格跟我们打价格战吗？其实真正有消费能力的顾客不在乎价格，
他们只在意真还是假。啊，对。而且你不是有微博吗？我们可以拍两张照片，让模特前后穿上一个正版一个仿版，放在一起比较，然后其他的什么都不用说。哇哦，可以啊，小姐姐。嗯。等等。嗯。那还找什么模特啊？就你拍，就你来。干嘛？你又让我当苦力啊？我饭还没吃完呢。现在就拍，不能吃饭。吃过了饭，穿你小肚子就出来了，影响效果。我没有小肚子。影响效果。我哪有什么小肚子啊？来来来，你才有小肚子呢。拍。谢谢，你送我这条裙子非常好看，我很喜欢。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。好，等你下回来上海的时候，我请你和你的先生吃龙虾。好，就这样。嗯，拜拜。进。裴总监，这里需要您签个字。另外，市销采购的420件货已经到库了。通知各个店长过来取货吧，时效明天开始。好。这个是 Chantilly 的蕾丝吧？今天是试销第一天，大家紧不紧张？可能下周的这个时候啊，有的人就不能跟我们一起吃饭喽。嗯，你能不能别说的恐怖片似的？哪里恐怖了？本来就是，你业绩不好，你怪谁啊？吃你的。好的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谢谢亲爱的，么么哒。哇，哎，不许给我记仇。谁呀？这么暧昧？新男朋友啊？没有，就一小朋友。我才不信呢，给我看看。哎，给我，给我。哎呀，你真小气，不就是看一看吗？我小气？你上次拿我手机乱发视频，我现在都有心理阴影了。至于吗？至于。那我不还是为了你好吗？为我好还不用这样啊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娘娘，小的错了。嗯，好了好了，本宫原谅你了。呦呦呦，什么事儿啊？怎么了怎么了？没什么没什么，别八卦，吃东西。老大怎么还不来啊？他请客吃饭，他人不来。应该快了吧？哎，我特别奇怪啊，这个蒋杰一而再再而三的蹬鼻子上脸，你还能跟他做好朋友？小姐姐，我发现你的英文名是不是叫玛利亚呀？你才圣母呢，小屁孩不懂了吧？友谊这种东西啊，就算是褪色了，也不能完全撕破脸。再说他以前帮过我好多次呢。小屁孩。姐姐，我在跟你说正经事儿呢，你跟我说我臀部体积不够大，我发现你这人很有意思啊。等一下，我接个电话。小志，为什么不回家啊？喂喂喂，妈，我对对对对对，我是上周帮老板那个看店，对他出差，我实在是忙得走不开，真没办法，这个东西是。我年三岁嘞，正经工作没事，还不叫瞎搞啊？哎，我这幸好。喂，喂妈，妈，喂，我信号好像不，喂。又骗他家人了，95后就是不听话，不懂事儿。喂，幸亏他不是我儿子，我这不打死。幸亏不是我儿子，老气横秋。对了，沈静那边。我不想再提沈静这个人，好不好？我今天跟你吃饭就是想好好的吃饭，而且我跟沈静的事我自己会有数的。你就是个操心的命。别自作多情了，我才没操心呢。哎，吃吧。你不是说？今天找资料的时候手被纸割伤了吗？对哦，谢谢啊。犯规，不能这样。
热啊？啊，空调太小了，有点热。你跟蒋杰两人怎么样了？没事儿，真没事儿。他呀，就是那个看到我美美的照片，他嫉妒。美？你是疯了吧？摸着你那所剩不多的良心，好好看看。你看，这不叫美吗？这不叫国际范吗？美不美？美不美？看看这个，这多美啊！还可以。还这个，喂，干嘛？这是谁？我老大雷欧啊。他就是雷欧。你不是说他每天加班到十点吗？马上带我去陪。从小到大，我都希望电影里的经典情节有一天会发生在我的身上。可这个愿望真的实现的时候，我才发现，原来女主角不是我。她就是雷欧。你不是说她每天加班到十点吗？马上带我去陪。屋里男神呢，每一回换手机，第一个打出来照片就是这个，所以我叫她什么？男神的女神。你有没有觉得脸型跟你挺像的？这个，一会儿你见到他之后，什么也别多说，就说我是跟你一起来公司的朋友，明白吗？哎，没事。哎，你给我看看我这个衣服，行吗？没问题。好。他还没走。老大，还没下班呢。啊，快了！你怎么又回来了？你不会跑自己门店逛了一圈，发现自己试销业绩不够，找我拨预算来了吧？没有，我忘东西了，回来取。行吧，那早点回去吧，时间也不早了，注意安全。他们之间的过去会是什么样子呢？只为寻你心境江南，一心只写甜蜜的。不对，好像年龄有问题。只愿你见我就明白心意有多深。可这么远也不像是一个穷小子呀。走吧，就走了。
那个梦中人，对我说别急回那个，你先说。我跟你们雷总监之前……啊，行了，不用说了，我懂。哎，之前怎么没想到呢？你们都是混国外那圈的，肯定早就认识了，对吧？啊。那怎么不上去打个招呼啊？哦，肯定是有不方便的原因，对吧？你之前跟我说他在你们公司工作的不开心，对吗？啊，他想把公司改成买手制，想要设计师都听买手的，但是公司的高层都不同意。一群蠢货，谁会比他更懂设计的？嗯，是啊。一哥，你能帮我几件事吗？第一，能不能把雷欧所有的资料都传给我？第二，帮我悄无声息、毫无痕迹地接近他，越近越好。当然，作为补偿，你想要学什么，想要做什么，想要什么，我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行吗？行吗？好啊。可是，我们一旦见面，他不就认出你来了吗？他可能已经不记得我了吧。他第一次叫我一可，他第一次主动要我帮他，可原来是因为另外一个女人，另一个无论哪方面都可以把我秒成渣的女人。唉，原来不只是替身梗，还有是失忆梗。怎么办？眼睛突然有点酸。承认现实吧，丁一可，你不过是之前幻想了一把，还真把自己当女主角。刚分完手就有男主角出现，啊！与其在这难受，不如想想明天石小慧卖不出去怎么办。啊！做梦之前，请你先保住你的工作 ，OK？OK？有喜欢的可以试一下。哎，这件新款好好看啊，怎么感觉风格跟你们家以前的不太一样？您太有眼光了，这是限量款。哦，是吗？那有 M 码的吗？请跟我来，我给你找件试一下。好。你说他什么事都瞒着我，我还能把他当朋友吗？洋洋，嗯，看什么呢？你怎么能进这个群啊？哎呦，我好不容易让花木店的店长拉我进去的。我跟你说啊，
以后我们设计师和买手不合作，这是大趋势。我得赶紧看看哪个买手的眼光准，到时候跟他组队，奖金也能高一点啊。能给我也看看吗？好吧。那你说奇怪不奇怪？这个彩虹店跟 SKP 的热卖款好几件都是一样的。这样做合适吗？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，我就是要解开这个文件，赶紧的，要不然我生气了。搞定，来。真的被我猜中了，这个丁一可。怎么了？他真的跟雷欧勾搭上了，雷欧不光送了他死贵死贵的裙子，还帮他一起作弊。你看，你看看，这个是雷欧的，这个表格是他的，这两个表格有70%的地方都是一样的。啊！真是没底线，这种事情都好意思做。哎，小心，你冷静一点。这是干嘛呀？世萧不关你的事儿，犯得着生气吗？我就是看不惯他作弊。这又不是高考，你还要检举揭发呀？再说了，你是他的朋友，之前你为了留在尔妹，不是他也替你说过情了吗？他现在靠着雷欧，不是也就想绕点近道吗？这很正常。你现在跑去公司闹，跟谁闹？怎么闹？公司里所有人都知道你们俩是闺蜜吧？就算你闹成功了，你的名声会好吗？如果没闹成功，有雷欧在，你还能在尔妹待得住吗？所以这种破事儿，我也只能试着习惯了。人家能遇到贵人是他的福气，你就别在一边打抱不平了啊！可凭什么能够遇到贵人的就该是他呢？婆婆，计算器借我用一下。嗯，好。哎。这不是水肉的流行色预测卡吗？公司订的好像还没到吧？你怎么这么快就拿到了？一个朋友借的。啊？什么朋友这么给力啊？1500刀一本的 Color Fashion Report， 说借就借。普通朋友。汇报一下。老大，上周我去了环亚时装周看秀，这是跑了几个展厅的资料，你看一下有没有用得到的。我就说嘛，你那份采购单的感觉不太像一个新手。怎么拿到邀请函的？认识了几个设计师朋友。对了，老大，你以前不是说想让阿妹和外面的独立设计师合作吗？你看有没有空，大家一起吃个饭，认识一下。你那几个设计师朋友都带你去哪些 showroom 了 ？Lalit、Miyako 还有 Key。可以啊，很给力啊。好吧，这次试销结束之后，如果你没有被淘汰的话，你来组个局，我请客。好，那就定在周末。这么有信心啊？虽然现在还没有办法跟您比，但是跟其他人比。我觉得我不差，勇气可嘉呀。怎么了？感冒了？吃药了吗？谁没事想得起来吃药啊？那么麻烦。把这个贴上就不会忘啦。我以前也总是忘了吃药。后来我就把这个小金牌贴贴在我的笔记本上，就不会忘了。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，老大，你一定要学会好好照顾自己，带着我们一起拼搏。你这个人有意思啊，还随身带着感冒药。那我出去了。
哎，等一等。这个胸针不是很适合这件衣服。德总，冷静。还是我自己来吧。干什么？报告做那么烂，还好意思拿给我看？拿回去重做。好好好，我回去。累成这样啊！没事，我没事，没事。肯定有事儿。我真没事儿，真没事儿。你不说我生气了。哎。哎呀呀呀！我说。哎，我刚才啊，跟杜总、看到雷总监还有丁一科在养艺间。他们肯定是在讨论丝巾的面料问题。啊 ，Jesse， 多喝水，多喝水。你甘心吗？靠着潜规则，他肯定能留下来，以后还会步步高升，你甘心吗？什么意思？我给你看样东西。冷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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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冷静。温森特的，他不是来谈恋爱的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深呼吸，深呼吸。答应了，太好了，一可 ，You are my sunshine。那这样，你赶紧帮我问问他，他喜欢吃什么菜，法餐、西班牙菜、上海菜、淮扬菜都可以。嗯，好，我帮你问。嗯，拜拜。嗯，没事。杜总，你干嘛？我今天下午要去彩虹店，听说你跟那儿的店长很熟，陪我去全店吧。啊？放心，我不是让你对付雷总监。今天挺好看的吧？看什么看？没说你，好工作。啊，我说的是这个。又抽哪门子风啊？不好意思啊。没关系，走吧。哎，我来。
您请。不，你先。谢谢。这一边还有那边区域，都是我跟店长一起想的陈列，很不错，很有创意。你好，杜总。正好店长把你们的销售报表拿来，我看看。您稍等。给您。去忙吧。好的。没关系的，明明销售只是做的样子而已。你要是有心的话，只要到各名店转转，就知道自己选的设计在哪儿卖了。带你来，就是100%相信你。杜总，要不您先慢慢看，我去那边看一看。好。杜总，这样会不会太过火呀？哦，原来这就是您说的釜底抽薪啊！哦，您是想找人把第一颗失销的货全都摁住，然后让他被淘汰之后马六滚蛋呢？我是怎么公私不分的人吗？这事儿要是让雷欧知道了，他会生气的。以我的判断，他们俩现在还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。哦，只要我们抢先一步，跟总经理搞办公室恋情，总比跟总监有吸引力吧？是的。Thank you.